OK， 来，所以那些刚刚进来的同学，你们可以开始点名。Yeah， 然后点名了过后呢，我们再继续就是刚才停下来的部分哦。哦，也就是那个 mangrove tree 的那个 adaptive features 啊。OK， 还有我看到还有差不多七位，没有八位学生还没有进来啊，所以这里的话我就不等啊，因为时间已经是两分钟了。OK， 所以呢，我们再来继续就是刚才停留下来的部分啊，所以刚才呢就是会有提到就是有关于 mangrove tree 的一些些 adaptive features 嘛。啊、所以无论是 leaves 都好，然后pneumatophores roots 都好 ，pneumatophore roots， 然后 broad roots 跟 buttress root， 它主要的就是要让它活在这一个恶劣的环境里面啊。OK， 然后呢，刚才我漏掉的就是这一个 seed， 啊，这个 seed 呢，我们现在才来讨论。OK， 所以 seed 的话呢，其实也是一样，它也是需要到 modify 它的这些 seed 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它的这一个seed 啊，它是叫做 viviparous seed， OK， 它用来做什么呢？你可以看到它的叙述就是讲到 germinate and grow when they are still on the parent plants， 就是说它还没有掉下来之前、哦、它已经 germinate 了，它已经是 grow 到一半了yeah， 好让它掉下来过后它至少还可以活一下yeah。哦、因为如果你讲它是种子直接掉进去水里面的话呢，你直接不用谈萌发这个东西、哦、yeah， 因为你掉进去水里面的话，你让一个种子游泳的话呢，它真的早就死了OK、哦、甚至是它根本完全不能萌发。所以为了要克服这一些问题呢，其实红树的种子呢，它们是会比较早一点成熟、okay？ 早一点萌发，早一点成熟OK，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的话呢、哦、你可以看到这个红树啊、哦、它一开始呢它就是会长一点点的 branch 跟长一点点的根哦，看啊、哦、长一点点的 branch 又有一点点的 leaf， 看啊，然后又有一点点的根 OK， 就是说它还没有从它的 barren plants 掉下来之前，这些都是它的种子来的、哦、还没有掉下来之前呢，它已经长了一点点的 leaves， 一点点的 branch， 一点点的 roots 了看啊，主要的呢就是要让它可以活下去啦 OK， 因为它掉下来的时候直接掉进去水了OK， 所以它就是要提高它的存活力咯，所以它每一样东西都是长一点长一点长一点咯，那至少可以让它的那个存活几率会比较高一点啦 OK， 好，所以你可以看到 These features enable fallen seedlings to stick into the muddy soil and will not be uprooted by the waves。 OK， 什么意思呢？就是 the bali、yeah， uprooted 呢就是避免它倒转OK， 好，你看啊 uprooted by waves 意思是说避免它倒翻、哦、就是说根在下面叶子直接进去水里面yeah， 所以呢它这样呢它其实就是有它自己的原理了，就是它一掉了准准插进去泥土里面了OK， 好，然后粘在那个泥土了呢、哦、至少它不会那么容易被海浪冲掉了，或者是冲到变成不一样的位置去了 OK， 所以这些都是要提高它的存活力了 OK、啊、All in all 都是要提高它的存活力，哪怕是叶子啊茎那个根啊还是种子都好，全部都是要让它 adapt 在这一个 harsh environment 里面哦、yeah？ 所以除了这一些以外呢，当然这里的话还有什么问题吗？ yeah？ 还有什么问题吗？ yeah？ 所以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呢，我们再接下去就是188面 OK， 再接下去就是188面哦，也就是说我们来看一下就是红树的分布啦 OK，
就说你刚才之前我们就是会有提到吗 Evansonia Rhizophora Bugrida 它们分布在哪里、okay? 然后红树、哎、那一个沼泽地带它又怎样形成、yeah?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也就是说你188面，所以一个 ecosystem 一个生态它要怎样形成呢？其实它们就是类似好像你玩 game 一样 reset、哦、或者是你 format 一台电脑，你觉得你这个电脑 lag 了吗？所以你又 format 重新开始过 reset 过多一次。所以它要怎样 reset 呢？就是说如果你讲一个 ecosystem 突然间有 natural phenomenon， 就是一些自然的灾害，比如讲火山爆发、地震、旱灾，甚至是 human activitiesclear 完整个 ecosystem、yeah? 就是说 flora and fauna 全部 clear 完，死完或者是把它们赶走到完全部，只是让那一块地就剩下一个空地罢了，植物动物都没有、yeah? 剩下一个空地，然后呢甚至是 human activities such as mining can cause organism to die or migrate to other habitats、哦、所以呢就是我所谓的 clear 完、yeah? 重新开始 reset 过多一次， clear 完了过后呢，clear 完了过后、啊、就是说那一个空地完全就是没有生物啊。如果那一个空地呢突然间出现第一个生物，第一个生物、哦、我们就叫做 pioneer species， 第一个生物就是叫做 pioneer species， 什么意思呢？ A species that begins to colonize an area where there are no other living things。 OK， 当然我不能排除之前就是有 living things、啊、只不过呢它就是被这些自然灾害 reset 过，然后或者是被人类的 activities reset 过 clear 完全部嘛，所以让那个空地就是 就一片空地吧、哦、植物跟动物都没有到完、哦、如果这一块地呢突然间出现第一批的生物住在那边的话，那么我们就叫做 pioneer species、yeah? pioneer、哦、pioneer 就是顶端的意思啦，就像跟你们做那一就是你们不懂啊，你们有没有听过啦，有一些金字塔的买卖，比如讲某某一些公司啊、哦，他卖了然后他又有下属啊等等之类啊，又有帮忙他卖啊、yeah? 所以最顶端的那一个人呢我们就叫做 pioneer 啦、yeah? 这一个金字塔的那个商业啊OK， 所以 pioneer 的话呢指的就是第一个我开拓 OK， 第一个啊，所以第一个居住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就叫做 pioneer。 所以呢在这里的话呢就给大家看一下这一个图 OK， 看一下这一个图啊、yeah?所以呢这个图呢你可以看到就是说本来是有一个 ecosystem 突然间被一把火烧完剩下一块土地、啊、什么鬼都没有OK， 突然间它爆了几根草在这里生长出来、啊、所以这一批动物呢哎，不是这一批生物呢我们就叫做 pioneer species、哦啊、因为它开拓了嘛，然后过后呢你就会看到越来越多又再变回去一个 ecosystem。当然它这些越来越多呢它们其实里面都是会有解释的对、啊、所以过后再来跟你们讲对、啊、所以我就只是要给你们有一个概念，就是说这一个 colonization OK colonize、啊、就是说这一片土地、哦、本来是没有生物的，突然间 pop 出来一个 pioneer 的生物出来，这一个我们就叫做 colonization、啊、你可以看到 begins to colonize an area OK colonize an area。 所以呢这一个 pioneer 呢它就是会 colonize 这一个土地咯，对啊、哦、所以当然在你们课本里面呢188面它就是会有跟你们讲 colonization 是什么意思啦 OK， 你可以看到 plants start to conquer 统治对啊，所以讲到好像很严重这样、哦、就是好像打仗这样 conquer an uninhabited area breed and form colonies in that area 咯，对啊，所以你可以看到 colonized by pioneer species， 一般上 colonization 呢从 pioneer species 那边 start 起 OK， pioneer species 它就是会 colonize 这一个本来没有生物居住的地方、yeah? 过后呢刚才就是有跟你们讲嘛，一把火烧光了的话呢、哦、这一个 pioneer species colonize 了咯，过后你会看到诶突然间又 pop 一棵植物出来了，又有另外一个杂草出来、哦、又有越来越多植物，一直这样多植物进来，这一个现象我们又叫什么呢？我们叫做 succession、yeah? 它的程序者、okay? 程序它、哦 yeah? 所以呢他们这些程序者呢他们其实就是很怎样讲、哦、很残忍的，他会把这些 pioneer 呢有些、哦、他会很有可能把这些 pioneer 剃掉它、okay? 剃掉它，
然后我就是占领他的地盘，所以这些呢都是他的 succession 哦，他的程序者 ，OK， 所以这些 succession 呢，它就是 a few species of dominant plants in an habitat are gradually being replaced by other species called successor。OK， 所以这一些杂草呢，本来它是 pioneer 的嘛，突然间它被其他植物代替它哦。Yeah, 所以这些代替它的植物呢，我们就叫做 successor 咯。Yeah, 它程序者啦。Yeah, 所以它有些是完完全全剃掉，有些呢它就只是长出来咯。哦，无论是剃掉也好， yeah, 还是让它继续生长都好，它们都是叫做 successor 啦。Yeah, 就是说会有一些植物突然间再掺进来。OK， 这些植物我们就叫做 successor。OK， 好，所以你可以看到哦，你的课本有吗？我看一下，课本没有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一个图咯，呀 ，bare rocks 突然间被苔藓，呀，苔藓是一个 pioneer 啦，所以它 colonize 这一片土地，然后过后呢，苔藓呢就是会被杂草代替 ，OK， 好，然后 more nutrients in soil allow for shrub growth， 所以又有那一棵树 pop 出来，呀，所以呢，其实。Ecosystem 这一个东西啊，他们是真的是有点残忍一下。讲呢，好，比方说你看一下这个 moss 啊 ，OK，moss 它居住在这一个石头上面的话呢，哦，它越来越多了。可是呢，当过了一段时间过后呢，这一个环境改变了过后了，它们就是会死亡。死亡的话呢，它就是会腐烂掉了。所以它们的那些残骸啊，那些啊，就是会变成养分啊。所以这一些养分呢，就是会吸引其他植物住进来哦。啊，所以呢，久而久之，这些植物如果它不适应这个地方的话，它又死掉了。所以那个养分又在累积咯，又让另外一批植物又住进来咯。所以你可以看到，它其实就是类似好像很残忍这样啦，就说死了一批，那一批变养分，然后又引另外一批进来。啊，所以引另外一批进来呢，这一批我们都叫做 successor 啦。啊，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如果他没有死的话呢，他继续活下去啦，okay， 他就继续活下去咯，他不适应的话呢，他嘛就死掉咯，变成养分咯，来喂其他生物啦，okay， 所以就是类似这样咯， OK， 所以这个就是解释到什么叫做 colonization， 什么叫做 succession， okay， 所以这个就是在188面告诉我们的一些些的 point 啦， OK， 好，所以这里有什么问题吗？Colonization and succession， yeah, succession 就是它的程序者啦，类似程序它的啦。Colonization 呢，一般上我们都是会讲 pioneer 咯， yeah, pioneer 先 colonize 那个地方， okay， 然后 pioneer 最终就是会被 successor 代替掉，对吧？ pioneer 就是会被 successor 代替掉的。所以就比方说，你可以看到 shrub 啊、杂草啊，甚至是一些比较高大树啊，就是慢慢代替咯。然后又再 reset 变成一个完整的 ecosystem 啊，啊，哦，所以你可以看到它，我们那些 tropical rainforest 啊，怎样来的呢？其实就是慢慢这样演变而来咯。然后这一些东西呢，不是几天还是几年就可以形成哦，不是哦，没有这样快啊，可能就是需要到几十年、百多年也有可能，几千年也有可能，啊，几万年也有可能，哦，它才可以得到一个茂盛的森林。Okay， 才会变成一个 很大的 ecosystem 啊， okay， 所以这些都是讲到188面上面的部分哦。然后呢，当然在接下来的话呢，你就会看到有三个 zone 啊，所以这一些呢其实都是在讲这 colonization and succession 的部分啊， OK， 课本呢它是没有这一个图啦，这一个图呢我就给大家看一下咯，okay 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啊，其实刚才的那一个什么，那个什么 pneumatophores 啊，Yeah, pneumatophore root 啊，它给我们的 example 只有一个 Avicennia 吧，其实还有另外一个 example 的，另外一个 example 呢，其实就是上一次的 Celebes， 就是上一个 Celebes， 它其实不只是有 Avicennia， 它还有另外一个叫做 Solanacea， 所以可以的话呢，大家记录下来了 ，OK， 大家记录下来喽 ，OK 啊，好，所以其实它还有另外一个的，我们叫做 Solanacea。Okay， 哦，所以这一个的话呢，你可以看到188面它有写啊，其实是不需要记录，然后它有写哦 Avicennia and Solanacea 啊 Solanacea， OK， 好，哦，所以这里的话呢，你可以看到就是说middle zone 的话就是会有 rhizophora， inland 的话呢就是会有 bugrilla， inland 的意思就是它已经差不多靠近陆地哦，看它已经偏离
已经有一点点偏离那些沼泽地带了，它已经很靠近很靠近陆地了，所以才叫做 inland。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这些分布图咯，给它分布图哦。第一层其实是没有动物也没有植物了，第一层是没有树，什么都没有了，它就是一个 muddy bank。 然后第二层开始呢，你看可以看到就是会有 Evansonia 咯，的灰色咯。第三层就是会有 Sonerasia 咯，啊，在里面一点咯。然后比较深色的呢就是 Rhizophora 啊， Rhizophora 你看它越来越里面，然后 Bulgaria 就是更加里面，也更加靠近陆地了。 OK， 最里面的呢就是其他你们常见在马路上常见的那些植物啦，那些高大树木 啊那个里面就是已经是在陆地上面了。啊，所以呢你可以看到这些都是它的 zonation。 为什么会有这些 zonation 呢？其实就是因为这一个 colonization and succession。 啊，就是因为这个东西。 OK， 一开始呢它就是会由 Evansonia 开辟先哦。Yeah, 慢慢的你可以看到它就是一直推去里面。Yeah, 过后呢又有 Sonerasia 爆出来，又有 Rhizophora 爆出来，又有 Bulgaria 爆出来，然后过后里面又有 land species。 它一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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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进去里面。Yeah, 所以一开始呢就是我可以讲先啊，就是可能就是会由 Evansonia 先 colonize 这一块地先哦。Yeah, 然后过后可能这些 Evansonia 它死了过后呢，那一些土地已经是有养分了嘛，所以它就可以让 Sonerasia 住下来。然后 Sonerasia 有些的树也是会死掉嘛，死掉了过后呢那个土地又有营养了嘛，它就可以让 Rhizophora 住下来。所以你看到一层接一层一层接一层，直到到去到陆地那边。对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它就是会有 coastal zone、哦、exposed to high tide， 就是很靠近 海边啊、哦、因为这一个是马六甲海峡、哦、这个已经是海了。OK， 这个是河。Yeah, 所以你看到一层，第一层就是 muddy bank 啦，然后第二层才会有植物咯。OK，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其实 Evansonia 就类似好像我们所谓的 pioneer 这样啦。Yeah, 它就是开拓这一块土地。OK， 然后更加详细的话呢，其实是在你们课本里面。Yeah, 你们课本呢它其实是一个一个一个个个介绍你们听。OK， 好，它就是一层接一层介绍给你听哦。你看啊，比较前面的 coastal 就是很靠近海。然后 middle zone 呢就是靠近陆地一点又靠近海一点、啊、中间中间那一种啦。然后 Bulgaria 的话呢就是很里面了、啊、Bulgaria 的话就是真的很里面。然后如果你讲住在 coastal zone 的话呢，你的 keyword 就是 dominated by pioneer。 有什么 example？ Evansonia 跟 Sonerasia。 OK， 有两个啊，因为刚才前面呢那个 pneumatophores root 呢它只是给我们一个 example 吧， Evansonia，可是它其实是有两个 Evansonia 跟 Sonerasia。 OK， 所以呢它们两个呢都是会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哦，就是会有 pneumatophores、啊、就是它的那个根、啊、会爆出来的，尖尖尖尖尖这一只。 OK， 可以让它们呼吸啦。 OK， 所以这些都是它们的那一个特征哦。然后呢再接下来的话呢，你可以看到 mud accumulation slowly beginsAnd as a result, the soil become higher and denser. 所以这里的话呢，就是因为它有居住这些植物嘛，然后呢，它就是会有这些根 helps the tree to trap mud. 所以呢，它就是会弄到这些的地方啊，它的土壤就是越来越高的缘故。OK， 有些植物它也会死掉，死了呢，它尸体腐化，就是弄到那个土地越来越高哦，啊，越来越高，高了，越来越高了过后呢，它就会让另外一个 successor。就是 Rhizophora 住进来了，对啊，它就是会把这整块地一直推推推推推推进去里面哦的意思啊，哦，因为你只要有植物居住在那边的话呢，本来这一块土地就是被水盖着的 ，OK， 可是呢，它的根也会 trap 着那个 mud 嘛，然后呢，这些植物也会死嘛，对啊，所以它就会弄到那个土壤里面的那些物质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了过后呢。它就是会变越高哦，那块地就是会越来越高了，因为累积嘛，对对对对，越来越高了，它就会让另外一个植物住进来咯。 OK 啊，抱歉啊，OK， 抱歉啦，因为我关门一下。对啊，好，所以就是这样而已啦。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 coastal zone 呢，它讲到就是它就是一直累积咯，让那个土地越来越高啦，越来越远离那个水啦，哦，远离那个海咯。所以它远离了过后呢，另外一个 successor 就是会进来了。OK， 所以你可以看到 rhizophora species succeeds and replace the pioneer species。OK， 所以此时此刻 rhizophora 就是会代替 Abyssinia， 啊，因为那个陆地已经变高了嘛，啊，变高的话呢，它已经是远离那一个海洋了哦。所以呢，另外一个比较适应的植物就是会住进来咯，所以比方说 rhizophora 咯。所以 rhizophora 会住在哪一个 zone 呢？就是我们所谓的 middle zone。OK。哦，所以 middle zone 就是会有 rhizophora， 所以这个 rhizophora 呢，它就是会有 broad roots 啊， OK， broad roots 哦，所以呢，它的根呢就是会 pop 出来的。哦，为什么还有叫 broad roots？ 因为它的根出来，哦，就一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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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来，像蜘蛛网这样，对啊，所以也是一样，它又会抓着那个土壤，抓着了那个土壤过后呢，它又会弄到那个土壤越来越高，它还是一样哦，会弄到它越来越高哦。哦，弄到越来越高了呢，它这些植物它也是会死的嘛，死了呢，弄到那个土壤更高那一种咯，更高了过后呢，它就会慢慢就会被 Brugula 代替它对啊，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个接一个慢慢代替下去，对啊，一个接一个那一种哦，哦，所以呢过后呢 lastly 就是会有 inland 这一个东西，对啊，会有这个 inland 哦，你看啊，本来 middle zone 呢就是由那个 rhizophora居住的嘛，因为还有那些 broad root 哦，还有 trap 着那些土壤，然后再加上呢，你看啊，这个 river bank 就是 becomes higher and drier because less sea water overflows through high tides， 所以呢，它就是会弄到这整块土地越来越高，越来越干哦，而导致它不适应了，所以呢，它就会被 Brugula 代替它，啊，所以 Brugula 就会进来了咯，啊 ，Brugula succeeds and replaces rhizophora。所以你看 哦，无论是 coaster 都好 ，middle 都好，对啊，它其实就是会弄到那个土地越来越高就对了。OK， 这一个现象呢，其实是 apply 在其他地方的。OK， 就比方说池塘 ，OK， 或者是甚至一些些的陆地，对啊，所以呢，他们其实就是会改变掉那一边那一块地或者是那一边环境的东西啦，而导致呢，有些 pioneer 不适合居住下去了。他们死完全不了，他就会让其他生物住进来咯，就类似这样咯，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这样下去咯，对吧？哦，所以因为他们 pioneer 呢，他们居住的同时呢，他们可能就是会改变那边的环境了。OK， 就像跟我们人类啦，哦，比如讲你这一间家是很干净的，你住进来呢肯定是肮脏的，好，哦，你住进来的话，你就是会引那些蟑螂进来，对吧？就是这样的。OK， 所以呢，植物呢，动物呢，它们也是一样。本来那一块地本来就是这样的，可是它们住进来的时候呢，那一块地就是会变的。OK， 会变到怎样，就是要看那个动物是什么先，哦，那个植物是什么先。OK， 哦，比如讲红那一个沼泽地带的话呢，这一些红树就是会弄那一块地越来越高，越来越干哦。啊，所以呢，它就会让其他植物住进来啦。OK 吗？哦，所以就是这样罢了啦。然后 inland 的话呢，就是更高咯，呀，会更高、更高、更高那一种咯。所以这一个就是 Brugula 的咯。哦 ，Brugula 也是一个红树的一种，呀 ，Brugula 也是一个红树的一种。可是呢，它就是比较，它居住在比较高的地方，比较干燥、比较高的地方，就是水比较少的地方。OK， 哦，当然 Brugula 它也是会被淘汰啦，啊，久而久之呢，它就是会被其他植物淘汰咯。啊，因为这个 Brugula 呢，它也是会跟其他植物一样啦，所以会弄到那个土更加的干、更加的硬、更加的高，所以呢，它也是不能居住下去的，它也不适合了，所以它就会被什么呢 ？Nipa fruticans 跟 Pandanus， 呀，啊，哦 ，Nipa fruticans， 哦 ，Nipa 树跟那个 Pandanus 是那个什么？那个 Pandan 啊，呀，我们煮糖水啊，啊，那个 Pandan 啊 ，Pandanus 就是那个 Pandan 啊。啊，泥巴是那个泥巴树哦，啊，你其实可以去 Google 那边找一下的，啊，所以我们就是给你这两个例子啊 ，OK， 好，哦，所以其实就是这样的啦，就是 coastal、middle 跟 inland，OK，okay，吗？哦，所以就是这样的啦，所以这里还有什么问题吗？没有的话呢，我就是要大概讲一下 importance of 那个 mangrove ecosystem， 然后我们今天就这样啦。
OK， 所以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呢，我们再接下去就是它的那个 importance 哦，对啊。所以其实呢，这一个部分呢，这一个 biodiversity 啊跟 ecosystem 呢，其实简单来讲，它的理论没有那么多，对啊。主要的就是呢，你们要去复习咯。OK， 还是一句啦，就是你要去复习啦。然后 bio 因为它的资料太多了，信息太多了，所以你真的是要一直不停的重复去读啦，不然的话你很容易忘记了。 呀，它就像个历史这样咯。OK， 所以这里的话呢，就是它的 importance of the mangrove ecosystem， 就是说这一些 mangrove ecosystem 呢，它有什么重要性？呀，所以你可以看到，其中一个呢就是 protection zone 哦，它就是一个 natural barrier 啦。呀，它 block 着那一些强大的海浪跟风啦。呀，就是说呢，它不会让这些海浪跟风啊随随便便就冲到我们陆地上面去了。所以呢，它就是像跟一个 natural barrier 这样咯。 然后呢，当然 mangrove forest 呢也 offers a protected site for small fish, shrimps and crabs from predators 啊，呀，所以它也可以让它们，它也可以是它们的这一些 shelters 哦，呀，就是一个那个庇护所这样，啊，呀，所以总之就是保护的它的重要性就是其中一个就是保护了啊，呀，自然界的保护啊，呀，保护层啊。 对啊，哦，然后甚至是呢 ，mangrove forest can become preserved areas where various species of migratory birds can search for food 啊，所以这个 protection， 这个 mangrove ecosystem 呢，它也可以是一个 preserved area， 让这些鸟类，对啊，哦，所以可以找到它们的食物，哦，在这里可以找到它们食物咯，哦，所以这个就是 protection zone 啊，然后当然除了 protection zone 以外呢，我们还有 fishery resources 哦，哦，因为刚才有跟你们讲了吗？ 沼泽地带那边其实是也有鱼、有虾、有螃蟹的，所以你可以在那边捕鱼咯。好<笑>、啊，就赚钱啦、啊，捕鱼赚钱，养活生活啊，养活你自己啦。哎、okay, ，fishery resources 哦，就是鱼类的来源啦。啊，除了这些以外呢，哦啊，除了这些以外呢，当然啊，这些都是你看啊，有些的渔夫啊，他们在这里哦捕鱼啊。OK， 哦，很多啦。 所以这些你可以去谷歌那边找了啦，一大堆啊！呀，你在这一个沼泽地带呢，有很多东西可以去找到啦。哦，所以这一个哦，这些鱼类啊、螃蟹啊、呀等等哦，所以除了这些以外，我们当然还有 forestry resources 啊。一听到 forestry resources 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想到这些红树我们可以砍下来哦，来做一些家私，做一些建筑物。 呀，或者是做一些手工艺品，甚至是你的那个木炭也是来自于这一个 mangrove wood。呀，你烧烤啊，做 barbecue 啊那些木炭啊，来自于 mangrove wood。OK， 所以这些都是 forestry resources 哦。一听到 forestry 就是木啊。OK， 木能拿来做什么东西呢？很多，对吧？哦，所以很多啦。哦，这一个你看啦、啊，哦，这些木啊，哦，或者是这些啦。 哦，这些我就不讲了，多了啦。<笑> OK， 哦，因为其实是很 straightforward 啦。所以 last but not least 呢，就是这一个 food and medicine resources 哦。OK， 所以你可以看到 fruits of Avicennia can be consumed as a vegetable。OK， okay? the nuts can be boiled and eaten， whereas its flower produces honey。 呀，然后 Solanacea 也可以拿来做 drinks。 OK， fruit of Nipah can be eaten， and water from the fruit can be used in the production of vinegar and nira。 呀、yeah, ，bug 也可以治疗 diarrhea， 泻肚子哦，腹泻那些啊，哦，所以它的那个树皮啊，呀、yeah, ，bug of bugria 树皮啊，其实可以治疗 diarrhea， 呀、yeah, ，腹泻那些，呀<笑>、yeah,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其实就是食物跟医药用品的来源呐。OK， 哦，很多啦，所以其实为什么要保护一个 ecosystem 呢？其实一个 ecosystem 就是你的国家的一个金库这样啊。 呀，因为它这些 natural resources 呢，不只是可以提供你食物，呀，也是你们金钱经济上的来源呐、啊，呀，也是经济上的来源，然后甚至是也可以保护那些自然生态的一部分，呀，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为什么要维护一个 ecosystem 呢？因为一个 ecosystem 里面它真的居住有很多东西，呀，如果你真的破坏一个 ecosystem 的话呢，其实你就是杀了很多生物。 呀，每一棵树都有一个 ecosystem 的。呀，你砍一棵树的话呢
你就是在破坏一个 ecosystem 呀，分分钟钟都是会破坏一个 ecosystem。 OK， 所以就是很好笑在这里啦。OK 啊，所以呢这里的话呢，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啦，哦，所以这个 formative practice 啊，就是你们可以去自己去读一下呀，因为这些呢都是那一些可能考试会触到的啦，哦，就是他有可能会问你 species 是什么意思， population 是什么意思， community 是什么意思，只不过这些出现的几率呢是蛮低一下啦，呀，蛮低一下，只是多少呢你都要懂他在讲什么东西啊，呀， species 是什么意思， population 是讲什么， community 又是讲什么， OK， 所以这些答案呢其实是课本有的啦，呀，就是你必须要 scan 他的那个 scan code 啦，才会有他的答案，呀，很多啦， OK，哦，这一些都是 formative practice 啊，所以这一些呢就是可以的话呢你就是要去读读一下啦， OK， 不要无视它啦，因为这一些都是回答技巧呀，所以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呢我们今天就这样先呀，然后下个礼拜呢我们就是会进入 9.2 population of ecology 呀，这个是会有一点点计算的呀，所以如果没有问题我们今天就这样啊，好，我们今天就这样啊。OK， 所以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呢，我们今天就我就断开这个 meeting 了啊。OK， 所以就3 2 1